萱萱再度失控，又把夏天气哭啦。给我酱油吧，我要给我糖。不能，这是我拿的，所以这是我的宝石。你大家也不要拿我的宝石。你还说了你喜欢他，对吧？萱哥，你还给夏天好吧。每周日晚间8点，全新《爸爸去哪儿》第3季在中视。